是小兔子的脚印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熊熊，你看这是谁的脚印？嗯，啊，是鳄鱼的脚印。嗯，啊，是大灰狼。哇，狼在那边，快起来，咱们去看看。别忘了带上雪橇。是兔子的吗？这个是狼的吗？这是谁的？这个是小兔子的脚印。是狼的脚印吗？那这个是吗？那这个呢？那这个呢？是狼的吗？这个、那个、那个、这个、那个，哦哦哦！我，嗯？狼的脚印，让我自己猜。这个是兔子的脚印，对吗？别提示我。哦，啊，我猜出来了，这个是兔子的。啊啊任何小动物的脚印我都能够认出来，无论长颈鹿还是牛，或是甲虫和麻雀，树林那边都有什么什么动物的脚印，就在那宿命的外面，刺猬和牛在散步。不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仔细看看这是哪个动物的脚印。啊，这些是野马的脚印，或者是小狗的，或者都不是。只要我想知道，我就一定都能猜到，对吧，熊熊？森林里还有小鸭子和那只小鸡走过，任何小动物的脚印，无论长颈鹿还是牛，或是甲虫还是麻雀，我都能够认出来。熊熊，快看，这是小兔子的脚印。你看，还是我说的对吧，熊熊？你真笨。
你可以教我滑冰吗？考虑一下嘛。哦，我让熊熊来教我。熊熊，一起去滑冰吧，我不会滑。哦，怎么又在睡觉？你怎么像条大懒虫一样？快醒醒！哦，让我看看，他把冰鞋放在哪儿了？哇！可以出发了。它肯定不是熊，绝对是一头大象。整个冬天都这样，也不出去玩。我今天一定要学会滑冰。哦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一起滑冰吧。喂，你们去哪？大家一起玩吗？难道你们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吗？万一我受伤了呢？摔倒了呢？哦，我真的摔倒了！快点回来，看你们回不回来。玩了吗？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会让冰消融，人们跑来跑去，把冰壶锁进了衣领。大家不要待在家里，绽放你美丽的笑容。朋友们一起互相追逐，愉快的滑着冰。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嗯，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